好，欢迎一下我们 TFBOYS 三小只。哎，我发现最近好像你们的粉丝给你们起了一个新的组合名还是外号，叫波波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You what？ 哎，你们知道波波是什么意思？小凯，你觉得是什么？那个波涛汹涌。据我所了解的是一个亲吻的意思，想让你们送一个飞吻给他们，可以不可以？我就是帮他们来满足一下。嗯哈，来吧。好，波波，波波，波波。我们知道小凯刚刚才顺利的进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，有没有请他们吃饭？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想法。哦，但没有这个时间。什么想法？有这个想法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要给他送一个大学礼物？大学礼物，谁比较大方，在请客吃饭啊这方面？我真的以为他会说一句我开玩笑的，结果他真的这样说过来了。我很认真，他就真的这样说过来。你们两个呢？我觉得我跟倩倩都还行，我觉得这三个都很大方，三个都很大方，三个都很大方。好 ，OK。如果说进入大学的话，你们三个分别想加入什么社团？就到时候就看吧，就是看那么多社团，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是谁。你们暑假有没有安排？有安排啊。除了工作以外，没有了。如果暑假给你们放一个假的话，七天的假期，你们想去干什么？七天有好多事可以干，睡觉啊，就没了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暑假作业，我们先做一道看图猜成语题，好吧？十秒钟，你们要把这个答案写出来，然后一起翻牌子给我看。You what？ 结束。三、二、一，谢谢，这是我的答案。我们换第二题。哦，第一个不可能是屎吧？形容一个人非常的努力。奋。奋发图强。好，下面这个数字题。哦不哦，哦，这填一个数是吧？零啊零啊。计时啊还是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写了个数字规律吗？这个是。九三二幺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是这个呢？歌词。门前大桥下，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我赢。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。好，这个题是真真正正的，就是考思维逻辑的。你被困在一个屋子里，有三扇门，第一扇门后面是杀人狂魔，第二扇门后面有一头饿了一年的狮子，第三扇门后面是燃烧的大火。然后你现在要逃生的话，你选哪一扇门？四，这肯定不是一二三。二，一，好，千玺先来吧，我看。因为二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肯定不是一二三，绝对不是一二三，绝对不是一二三。答案就是一二三里面其中一扇。或者啊，我那我知道了，狮子不吃人，对不对？狮子不吃人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听说狮子不吃人？小卡，你还？我选二，你也选二。这个正确答案，这个其实是一个思维逻辑题。狮子饿了一年的话，它早就饿死了，所以你进第二扇门是正确的。啊，接下来我们有个是或不是的小环节，来，越哪一个？这题目很简单啊。对方生日的时候会不会送互送礼物？好，那对。收到的是有哪些？没有收到过是吗？收到过啊。你收到过他们俩送你什么礼物？电磁炉。电磁炉加肉。火锅。哦，火锅是吗？请你吃一顿饭。对。我送你巧克力。觉得自己女装是不是最美的？你们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女装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。王二的女装就是太女装了，就没有那种女生中那种特别的帅的那一面。千玺的女装太蒙的太严实了，看不到，就是没有那种想看她的欲望。我的女装就是特别的惊艳，特别的惊艳。就是一出来就是那种大姐大，头发一撩那种，大家全部都竖着眼睛盯着我那种。好，最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小互动啊。因为粉丝呢特别想听你们唱歌，我们也想玩一个歌曲接龙的游戏，然后你们先石头剪刀布，赢了的那个人当首发的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啦啦啦啦啦，你们是打算把啦啦歌唱完是吗？啦，
不好见，换一个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周杰伦那个说了拜拜，但故事的最后。拜拜，快点。西。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，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。好，哎呀，不错。好，那个方圆几里。方圆几里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。离离离离，什么鬼啊？我来。夜夜泡的茶，忧郁症为了叫作家。在少年时代里面 NG 次数最多的场，跟薛老师一场，我记得特别能笑，导演都生气了三次。啊。因为他是一个三个都会打棒球的少年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打棒球甩棍，我觉得很难甩，因为甩那棍的话很容易这边受伤。不，那边才是正面。没有，开玩笑。你是要这个手，然后这个手要平着贴着，然后你是要靠腰，不是要靠手，它是一个腰这样带动的。哦，要这样是吧？有这样过。他的戏里边经常有几次被打伤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？真当然是假的。我们要演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拍三天去医院两天啊，检查这个伤势。有一首大家这个太简单，去网上查好吧。你们有没有自己一件特别想要做的事情？有，我。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场毕业旅行。毕业旅行，你不是已经有了？哦，对，有过了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有过。这段要卡掉，这段卡掉，不能这样说，要改了。我不想让你改，我不想让你改，我不想让你改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录完了，谢谢。来吧，你说吧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会被粉丝打死的，快！哎，我就不服。我最想做的事情是，能够好好的跟家里人吃一顿饭。对，因为很久都没有跟爷爷奶奶这些家人吃过一顿饭。那么在这里就祝快乐大本营能够越办越久，然后能够传递更多的快乐给大家。我希望你们以后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尤其是你们刚刚说的这三个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